今年这个桑葚剥掉以后可能就开始不吃，可能不然的话他们最早跟我们这个哈萨克人在一块儿，对对对，邻居嘛，肯定我那个吃布拉吃布拉西伯利亚那个布拉那个、啊、他们吃马肉，是吗、嗯、是吗，他们也是桑葚剥掉，但是吃马肉的习惯保留下来了。我们就信仰伊斯兰教以后就开始给他保留下来。对，内蒙鄂尔多斯那个地方的人、啊、就是主要是克里特的后裔，克里特，对对对对，克里特Сарай бұлардың бәрінің басын қосатын бір мәдени орталық шіркеу секілді нәрсе. Сосын мына сол сөздің мағынасын қойшы. Ташо, немен ұйғыр Чиншанзай Гуанян Гожи қойшы, ұйғыр тұхан жүйді шы. 民族活动，比如说是不是全部这个萨尔布，比如说我们哈萨克有那个拿乌尔斯节，明年都是三月份，我们就聚在一块儿过那个节。你们有什么节日吗？就是全体萨尔布一块儿在那边过一些民族体育活动啊这些。不是，这种推拉不等于不能。主要是一个是唱，你是重庆了，唱唱啊唱，哎，再一个呢就是吉和巴吧，我们叫阿盖。그리고 뭐나 노유고 때 뭐나 그때 이제 장아지들하고 차감. 예컨치스 디아르시는 뭐? 저 유지어. 이제 지어버. 어버. 아 지어버. 어버 뜨고. 님은 저 뭐? 아까요스. 就是 총재. 아하. 아까. 아까. 안나 올해부터는 就是 지어버. 지어버 쇼. 哦，实际上那个哦，就是蒙语这个最早的意思，就是把什么东西堆起来。堆起来，我们也说吧。哦了。我们叫窝吧。哦吧哦。嗯，对。堆起来那个意思，最早它还是那个，就是三班教那个习惯。后来藏传佛教，他把这个也吸收进去了。嗯。俺在窝吧住这个，不你们那不了地，还在窝吧地多，那是哦的一个。现在你们那边说的是单，是不是叫阿斯巴斯叫？不是。我阿萨尔嘛，你们呢？就阿萨尔嘛，说不是，你会米勒克不？Оба үйіл ма сонда? Оба үйіл ма. Ол дүнге байланысты болды? Ол бұрынғы саман дүнге байланысты, бірақ кейтінде мұна ламадың қабылдағанан кейін, ламадың ішіне сол біздің сол салтымыз кіріп кетті дейді. Оба үйіл деген не нәрсе деп түсіндіріп берсінші? Қазақстан кіні дойық на? Сары қасы. Ол жанзай мей ола. Өлі, өлі пітерме. Оба үйі деген не деп сұрақ бұрш? Қай, түбел үші жүгі оба үйі жүші қансай неге, а? Қашы түбел сұңжау қолы. 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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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ұңшы мүлчі дәжін қолай жүгі еші шәжау қолы. Чинфу шуа шәжау қолы. Қочы. 过去有宰羊，现在有些也改了，因为藏传佛教的原因不让宰牲了。以前有的哦不要鸡宰牛，有的要宰羊。现在大部分藏传佛教的人不让宰了，宰了以后拿到那个阿婆上去，大家不来吃喝，宰罢了。嗯，对，真的是。嗯，不，这样不，不，等你我从那里给我放的，所以说，把那个东西我把那个把那个东西拿回去了，所以说的可以所有，所以说那可以的嘛，过来是，啥大个，他晚上可以。Саманның алып тел дуды так кызыш көрү. Зай хунчуден адам. Канча балаңыз бар? Семьяңыз калай деп сурапчы. Эм чиги хаза. Шка. Яңга енай мен бир улган бир кыз. Сиңирде? Угу. Окуйма? Окуй. Шакшы мада. Туда тутала. Сонзу дөйлө. Ала менде бир сүз. Немере бар? Ача анама ба. Өзүн эстедиң бу?你在就是乡里面工作是吧？对，宗教局。啊，宗教局。等你把他妈的给那个人不得打扰到他，送到就是对宗教局。我也是接到到他的手底下，一共五块钱就是。啊。现在接到时间够了，就要回宗教局。啊。但是现在那个什么的，没给个物件，买的牛肉大肚子，送到什么市场，他是开的那家那个吧。Діни орталыққа, иә? Діни орталыққа. Сонда діни орталық не атқарады? Сары ғұртылында мынақсы айтсын іш деген. Сонда
宗教最主要内容就是宗关了这个房子这个宗教、那个、宗教民俗那个东风宫多着呢，各个寺院啦、喇嘛啦，还有回民的清真寺啦、那个是补充工作，他的主要是民族工作多着呢。온 중수급대 넥스틴 돌아보다 자가 동관다는 슬람 돌아도 변천으로 라마라면서민주탄지方面的那个什么子争取资金方面的再就是那个多着呢再就是宗教上的僧人啊就是让我们自己研发哦对对对嗯德刚 가 도가 안달라 그슬레는 야쇼레 안달라 도구르 도구르 알라탈라게 메넥디금메 안다간다 안다 까까 꽉샤이시 까르시 간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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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어이다 까까 고다이 두고 두게 두까 신가스타네시고 얘기 두까 바스카 내가 나이가 다 요만이면 고철매 응 그럼 내가 저거 장수는 되지 않아 장수는 되지 않아 현재 그 장수는 되지 않아 현재 와면 내가 시청이 내 주평이 진짜 제정 장수 때문에 와면 상품 들어가 저 카약 카약 나이피스 나이피스 카이막 응응 카이막 아니면 카약 언제 카약 와면 내가 바늘이 요새 구구라고 하이 내가 산내 산나에서 너가 저 수막 수막 어 산나 아이랑 오전 단 단 오늘 남주 수막 아이랑 수막 예 수막 아이랑 수막 대 수막 치는가 자하드는가 면단스 좋고 수막 수막 또 아 이제 자출해도 면단스 수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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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이랑 코요 내가 还有那个是马具方面你能不能说一声那个主角女角哦啊有这这个嗯这个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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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可以啊。哦，那这弄。编的那个姜子是吧？姜子做那个是吧？是那个长。是那个。那个他觉得那个人格。人格。马那个马车觉得是胡斯根，马的尾巴上套的那个皮带。啊。胡斯根。根。前面那个呢？啊，那个。那么的。奥斯卡。这个啷个对过？我们那边不用这个，不用前面。啊，我们也不用。我们用的。嗯，前面他们叫我们的对上，我们的。嗯，摩恩德，马什克，摩恩德，摩恩德，我们上面的。俺到那德斯根，正文，正文是那个长生，德斯根是练马的那个。嗯嗯，俺到那那个那个，哎呀，诺达。诺达。啊，诺达。主任。嗯嗯，主管是那奥斯，主管奥斯，奥斯，对对对。但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个传说，就是我们刚到这个地方就不会说汉话嘛。但如果你从德克拉那个啊，他就不会说就到了铁匠铺就闭着了。这么大那么大，两个国徽一哈哈，他有两个眼前近视。啊哈。哦，两个国徽一哈哈，这个一哈哈就是学马着了，就是。啊。可是跟他咋那个他就不会说。是。啊，对。因为古龙，古龙呢？古龙，古龙，我这个是。古龙呢？嗯嗯。古龙家，古龙台。嗯。是说什么对呢？那是什么？马的那是。哦哦哦。对比，比如说一岁马、两岁马。那是啥了嘛？古龙，那个那个。
派的。胡伦是最小的时候，最小的胡伦闹的。安德拉那个，毕业挨个的。阿斯格的，阿斯格是公马。阿斯格挨个的。安德拉那个那个。独角龙就是阿斯格。嗯，阿斯格。安德拉那个皮是母的。啊，毕业，毕业，毕业。安德拉那个那个戴，戴就是三四岁，三四戴，嗯，十就是刚跳马子那个。十十是。这就是那跳马子就开始快七了半了，嗯哼，啊，是就是比再大些，再什么？这就是三岁。没有，这带两是有个区别了，十是公的还是带什么的？就是跳的那种。啥的不是不是？俺那不是说的不是？有的跟我们一样，有的不一样。哎，那个就是。你们那个湖南省跟那什么跟我们一样，蒙古语的。嗯，湖南省跟那讲。湖南省对那什么？湖南省。对对对。湖南对那。也湖南的辽宁，嗯，四岁的叫辽宁，三岁的叫湖南，三岁的牛叫湖南人，对对对，湖南人的对对对，一样一样。不嘎，嗯，不嘎。嗯，不嘎，我妈说了不嘎。嗯。海南有没有海南？海南我托你妈说的嘛。海南是啊。海南对那个。呀，对那个。啥的。啥。嗯。嗯，那安达拉那湖那个，都给。都给。嗯。独孤也就是口径特别年轻的那女娃，母女娃是吧？独孤往那块，我们就。啥的不是不是？俺能不？哎，表示能不能考干？唱一首啥？如果说考干的，他古老古老的民歌，再听一唱，很古老的。就那么就唱个啥了嘛？那行，唱上两段段去哦。行，唱个啥了嘛？过来就是最古老的。沙拉玛沙拉玛卡塔勒尼摩耶阿登格沙拉玛卡塔勒尼摩耶吉迪格卡拉沃斯迪格特纳摩耶迪玛文沙拉玛波沃斯特纳摩耶Ara taki kimi tigirta na moye Dima gashara makbota na moye Shara machara makata ne moye Adange shara makata ne moye Ongusu yasusa kwe chavirta moye Kwe pilme shara makmona tigo moye Ikkuzu yasusa yitchavirta moye Yit pilme shara makmona tigo moye Seiguzu yasusa shatchavirta moye Shat pilme shara makmona tigo moye我先唱上两段，这歌唱的不错嘛。你多少？对吧？你多少？这个内容是这个他内容就唱的这个女的啊，女的上就是她是那个另一个头目的就抓来的时候，他唱上了，牛哥进来的，牛哥，不啥他妈的没了，拿出了嘎子那的啊，嘎子那的得了，都得了，不啥他妈了，牙根给了磨了不。他那个呢，就牙干的那个，牙干就是俺那了，不着乌皮的面那那个那那个乌皮的面我不着干那，那土开的给那地的，土开的给那，不啥那嘛东古色是本身那不是皮给的，古色是个那个上台了俺那俺那了不啥那嘛东给牙干给那地，牙干就是那个为啥乌皮的乌皮那那个啥是啦，有一个给那乌皮土开了给那了俺那的，土开了给那了俺那了这了。大汉大了，我没能死掉了，也就有了，没能死掉了。他那不那个，不干的弄了，不如我不如死掉了，我来的。俺到了大汉大了，阿都俺的的，俺到了那国军的嘛，那个国家都偷偷俺的的。俺到过来也那个，土掉的也那也那个没有多啦，对，都查到那些，有可能干嘛干嘛，不晓得。查到嘛的嘛，啥事都也的，俺不没事给人家的的，啥事都老不多，干的那的的。Не деген? Мен оны өзіңіз қытайша айтып берсін де. Мен оның бағы жеге
马哈隆地他是范神，这个你很有道，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我不太清楚。他们说这个就是沙拉玛这是一个，也是个土木夫人，他是一个比较是有名气的，是土木，就是也是个嘎登嘛，就是夫人的意思。夫人的意思。他们当然后来也有全编的，也有加工的，当然加工的也多啊是。他们这个原汁原味的老人们唱的说是这个是个嘎登啊。 当然是什么夫人就说不上，就说是他是那个部落上是相当有名望的一个人。后来两个部落也是发生了战争打仗以后嘛，就他这面就是率领的帮助米甸是特别厉害。后来就这个乌尔佩，就他抓了他的这个陪的那些人，抓他了以后，他那天走出去回家了，他一直不是打仗嘛，他回家了那天走出去天上的这个那个，他们汉语说那个是红嘴鸭哦，红嘴鸭就特别多呀。 其实已经其实沙拉玛克的时候怀中抓他了就，红嘴鸭嘛，就是那个乌鸦，乌鸦，乌鸦，他那个不是就是现在是哪个地方发生事情那个东西特别多，现在已经不见了，就那个，他就已经发现那个附近有埋伏那个红嘴鸭，天上那么多沙拉玛克就看发现就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是抓他了的，再就那个山上的那个青鸟阿拉塔，那山上的那个石羊青鸟。 就特别多，也是那个前蹄子就，他发现啥东西不是前蹄子就躲着了，他也发现就是他就根本没法没有意识到是抓他来的了，他就太后悔，他说是我要是刚，他们其实我但是发现的话不可能就那么抓上，咱就抓上去后他就说是，他的，本来这个巴嘎莫有说这个男孩子，那个别个子开这个我的那个就说那个儿子现在他从那个鸽子上。 分析他就在那个里面捐的时间太长，说是我的白内障看看那个怀抱的那个儿子现在是不是到了这个去这个陪的姑娘的时候，看的姑娘，去的这个年龄到了没有？那柴克子等嘎拉克子哦，柴克子就是那个火塘边嘛，就是嘎拉克子就是姑娘，我们也是个特别宝贝的个意思哦，是不是看到我个白内障的那个人，是不是给看看当儿媳的时候这个年龄到了？ 巴达克古古州的奥特曼呀，那个古格这个满洲人叫奥特曼，就是那个就是山羊谷那个库盖贡，那个地方放有一个黄岩泉羊，是不是现在三满就能运的那个，能运上了没有？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就是巴达克干是那个阿姆干干。 那个托个奥特曼跟阿姆干看看，他有一个马驹子，是不是阿姆干现在是不是个成个阿姆干的坐骑？阿姆干就是那个当时那个看。那个叫。可汗。他的名字叫。我阿姆干看，忘了就是。再就是后来就说是，后来他就走开了，就是乌尔佩格莫乌尔佩格，我那边老乌尔佩格这个门家了，看看就是，你帮的是你这个可汗啊，就是那个头目，你狠心的很，你的狠心的再打进一下，他就。 不清那个，刚开始还求他们着呢，后来他就不清了，说，就是干干了，把这能干啥啥，整个没对，就是这个头发嘛，他死了以后，他这个头发嘛变成胡草，所有的有生命的东西来了，就是平常，脖子能干啥，他的打了这个就是身上的血嘛就成一个打了哟，打了了，胡草，海，成为海，就是所有的有生命的东西来平常，就是这这这奥就没说。 阿拉能干啥？国事干啥？马没有嘞，这个两个眼睛嘛，就上称为佛的，照亮哦。这个哦，再就是人间照亮人间，再就是这个，脖子能阿从过来给身上的白骨嘛，成为一个阿爸，年年大家来。从哈分能讲，交货那个可能开一个，我一个台湾我的从的，一个阿南么的那个，开一个嘞。 一个代表，不是不是，说是哪方家干的，你们那个，公家那个，你考个什么？阿爸是什么？阿爸就你们好，你们好，明天早晨，没事，明天早晨开门，今天是就没办法了。行，没事，就给你们准备了点清真的方便面是吧？你看，你们能不能吃？是，可以吃，可以吃。 只要没有打扰，我们刚才已经那个，他只要没有打扰就行，像。
这个地方宾馆弄上就可以是吧？可以，没大事。宾馆弄开始吧，这个关系现在下午头。我们宾馆也是管了嘛，是啊。管了嘛，为啥今天就开业呀？我们这政协主席啊，我们政协的法书主席啊，昨天上突然去世了。突然去世是他这个来的客人比较多，再加上他在这个地方还有待客人，就是招待客人，所以说今天临时。